来看到讲有立委确诊咯，讲顶日头有一个立委因两个助理确诊，啊，指挥中心准啊将这相关的两名立委来做居家隔离考虑的对象。起码洪声讲，这个立委已经确诊嘛，已经带入去待待治疗。想问一下，现在是不是传出有立委确诊？好，那立法院会讲，嘿，快看看。那想问一下，有听说吗？早上有接到消息。对，我们知道苏委员早是康复，他现在是住在台大医院吗？哎，这我讲个人的哈医疗的事情，我们说他早是康复。这个确诊的立委伊有两名助理，啊，是咧签名连续假期的时阵是传出讲确诊的消息。刘焕英迄阵有加强环境的清消以外，也够启动相关的措施，有人要求个连续假期结束了后，啊，去上班共劳站的立委甲助理拢爱提出 PCR 或者是快筛阴性的证明，才会当入去立法院。